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试驾的是一个小改款的车型，它就是 Lancer， 它是一个应该不能叫小改款，它算是一个限量的一个特试车啊，目前只有限量400台，就是 Lancer 的进化版。那进化版的部分只有 1.8 的车型，虽然它只有400台，那刚刚我询问了一下总代理，目前的订单已经累积到100多台，快200台，所以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其实大概只剩下200多位车主的机会。如果说你短期间想要选购国产的中型房车，那你又对 Lancer 车很有兴趣的话，其实我们今天的试驾影片主要是要告诉大家一些购车的分析。首先在外观的部分呢，这是最大的改变，就是车头的部分，它多了一个三色的烤漆处理。好像我们今天试驾是红色的，就原本的板件处理之外，还另外多了一个黑色水箱护罩的部分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包杆的下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银色的处理。那这个四条在前后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点缀，让这400台的限量的 Lancer 呢，整个车头看去呢是比较精神一点。那在配备上呢，头灯的部分一样 HID， 然后还有 AFS 的一个主动辅助转向头灯。那可是有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就是在轮圈的部分啊。嘉伟觉得就是它轮圈的配置虽然尺寸是小一点，16寸啊，虽然它对于像现在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，它的整个舒适性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，因为加上 CVT 的一个协助，所以整个驾驭起来的质感呢，临近度也好，还有顿挫感降到最低，然后临近度也表现非常的好。那以轮胎的搭配来说呢，16寸的轮圈其实国产车很多车款都是16寸，可是因为它今天的颜色搭配是雾银的处理，就是比较深颜色的处理，那这个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，会被轮胎的黑色轮胎的部分吃掉，所以轮圈看起来会比较小一点。如果它今天搭的是一个比如说反差比较大，比如说白色或是银色的轮圈，那整个视觉感觉会比较完整一点。那在内装配备上呢，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。第一个就是它座椅的材质呢，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理。中间的部分呢，是用一个类似麂皮的一个造型，两侧还是一个透气皮、真皮的一个包覆，加上一些红色的一些车缝线、一些滚边和方向盘的一个搭配，也有一个车缝线红色的一个滚边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它内装还是以比较塑造一些运动感为主。那整个座椅的支撑性来说还 OK， 可是它有一个很好，就是它磁滑效果非常的好，所以你坐在车内呢，像现在我们坐在车内这种感觉，整个包覆性还有整个支撑性还有磁滑效果表现都很好，所以会让你有一个座椅包覆性很好的一个感觉。那当然值得一提就是 Lancer 是目前大概全车系可能最阳春的都有了，就全车系已经搭配了一个定速装置，这是个好现象，因为这对于驾驶者来说比较轻松，然后当然也对于节能来说也有一点点帮助。那至于在引擎、变速箱还是搭的 CVT 这个部分，我们就不再为大家多介绍啊，因为这限量400台，只有针对 1.8 的车型啊。不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对于 Lancer， 如果说你最近有打算要买 Lancer 啊，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。第一个就是题外话，胎压，如果说今天你搭的是16寸啊，你的轮胎的搭配呢，其实胎压可以打的稍微再小一点，譬如说打到31，甚至现在夏天啊。30都 OK， 如果说今天你是翼友18寸的话，我建议轮胎大概打到32、33左右，大概就已经是极限了。这只限于就是走一般的道路啊。这轮胎是个题外话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购车分析。那目前 Lancer 在国内贩售大概分为三大级距啊。如果说今天你买的是 1.8 的顶级版本，它的售价大概是在74万左右。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进化版，它的配备虽然没有 1.8 顶级这么的豪华，可是它售价在72万。那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啊，翼友只要大概是76万左右。所以呢，其实虽然排气量差个200，税金差一级，可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款是72万左右的价格，翼友却只要76万，只有4万块。可是这4万块光四条18寸的轮圈大概就已经 cover 掉这个价格，还没有包括它不一样的底盘表现，以及更前卫、更运动化的外观造型，好，还有一些，比如像方向盘的换挡拨片啊，
溢油的话，Lancer溢油也是有的，所以这种种加起来已经超过这个四万块的价值。除非你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精打细算的消费者，那今天我们今天接到这台车，其实它 CP 值真的是很高啊，包括定速装置啊 ，CVT 变速箱，然后有这么还蛮有质感的一个内装，包括座椅的一个材质的搭配，然后外观的一个造型啊，车头车尾因为一些饰板的点缀其实很漂亮啊，那它确实是一台非常值得的车款。可是如果说今天你购车预算并没有那么紧，我是建议大家，其实易友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 CP 值最高的车款，顶多差在哪里？萤幕，可能另外跟液带凹嘛，或是另外去外面装一下，装成一个譬如七寸的萤幕，然后6.5寸的一个萤幕，让影音系统和它的操控特性以及动感的外观啊，可以有一个平衡点。那我相信易友它就是非常完美的。好，那 OK， 那我们今天因为很赶，我们还要赶着去一个记者会啊，就是大家也非常期待的，就是纳智捷 SUV 上市了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逼不得已只能在车上为大家做介绍啊。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啊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